你看像什么？看着痕迹，估计是爬行类。看来真有东西来了。你知不知道后山现在死人了？村长，几个外乡人，多大个事儿啊！没生化工程，全副辛酸含量超标，已经超出了能测量到的最大值。 你走了之后，你知道咱们这儿都发生了什么吗？你以为你是我的保安人，然后你在村里做些见不得光的事，浑然天过，你这是自私啊！你到底什么时候能长大呀？现在蜥蜴已经进来了，现在只能用冷静换时间了。